Double。吓死我了！你跑我后面干啥呀？还学我，买豆腐？我一直在观察你。哎呀，你这个台词太差了。你刚才喊什么？豆腐。你听听，我听个德芙。我以为你卖巧克力的，原来你是卖豆腐的。哎呀，小本生意没那么多讲究啊。那个，你怎么一点志向都没有啊？哎呀，我再有志向，我也不能说自己是中国首富啊。你为什么就不能成为中国首富呢？你是卖豆腐的，你了解豆腐吗？啊，你了解卖豆腐的诀窍吗？我太了解了。你 说我跟你说啊，卖豆腐的秘诀就是，在他馊之前卖出去。现在馊了吗？没有啊。卖出去了吗？也没有啊。为什么？哎呀，生意不好做呗。生意不好做。我问你，你卖的豆腐多钱一块？两块啊。那是你，我要卖后边加俩零。哥，你疯了？怎么的？你是不是受刺激了还是咋的？不是，200一块，肯定挨踹。谁踹啊？谁踹得动你啊？我给你讲个道理。200块钱能买到你的健康吗？肯定买不到。我点个痦子都300多。中华5000年的文化，200块钱能买到吗？胡扯，那是无价之宝。蝎子粑粑200块钱能买到吗？上哪弄去啊？就是，咱俩谈吐之间，我就阐述了三种经营理念呢。健康、文化、蝎子粑粑独一份儿。哎呦我去！我说我早上起来鼻子冒泡、口干舌燥，原来是有高人驾到。你的症状是感冒。我告诉你，说在想当初，哎呀，我豆腐，宇宙爆炸形成了银河，天地之间一片浑浊，盘古开天，女娲造人，三皇五帝一脉相传，一直到了汉代，一个真人在炼丹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卤水，在电光火石之间，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，就形成了一种食材，名曰豆腐。哎呀，这里面这么多事儿啊！我站起，一块小巧的豆腐，传承着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和文化的传承，你还能那么喊吗？不能了。所以你要挺胸抬头，气运丹田，双手紧握，七窍生烟，走你！我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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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豆腐吧，哥，叫什么？哎呀，太好了，师傅，怎么感谢我？哎呀，我今早刚……不，别拿钱，太俗。这样，我把豆腐给你卖掉，咱俩干个公司，是吧？这个一年以后呢，能没准咱就上市了。好，哥，怎么样？好吧，好，那咱们就开始卖。好，一言为定啊！一言为定。但是先卖给谁呢？没人呢。哎，哥，试试啊！美女且慢，劫道是吧？团伙作案，不，前后都有人。不是，你过来！我告诉你啊，我正找不着人撒气呢。那个，稳住！干什么呀？不干什么，卖豆腐。你卖豆腐，你要这么大画面啊？我们卖的可是高尖端豆腐。什么高端豆腐？多少钱呢？200块钱一块。200？一般人买不起。埋汰谁呢？我是一般人吗？我这太不一般了。我们可以打一折。闭嘴！我就和领导层说话。给我介绍介绍豆腐吧。我们那个豆腐
手工制作，童叟无欺，美容养颜，还能消压解气，还能解气呀、啊！我们这个豆腐，你可以抓，可以切，可以拿脚踢。给我来一块解解气。这买呀、啊？这200买他闭嘴。再给你200，给我来块豆腐。哎，好好。豆腐豆腐。别说哈，这几百块钱花的太舒坦了。还看我不服啊？信不信我捏死你啊？我能捏死你？怎么样？服不服？不服。怎么不服呢？刚才那女的明显就带气儿来的呀。再说了。他花200块钱买我闭嘴喝豆腐，他就能花4000块钱买个糖葫芦，还是不服是不是？不是哥，不是不服，就这样式的，10个我都能卖他，你信不？不，那刚才你怎么不张嘴卖呢？张嘴，他不削我吗？你不会找一个不削你的卖呀、啊？我上哪找不削我？咱俩不是哥，咱俩刚才就在这弄，我知道。都没人了，关键是、啊、你等一会儿，慢慢就有人了。你得看这个人在哪里，所以你才卖给他。哥，咱上那边看看。不，你看在哪儿？啊？哎，哎呀，哎，这个行吗？上啊，卖给他健康，快去，快去！大娘，且慢，豆腐、啊。干啥呀你呀、啊？卖豆腐。卖豆腐，你吓我一跳。吆喝。多少钱呢？200。200块钱一块。20。说实话。哎、快点，哎，大娘住手！给我橘子捡起来。哎哎、那个谁，大娘，住手！大娘，别闹，大娘。你谁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？我不是，你听我讲啊，他是我双胞胎的弟弟。太勉强了。长走您了。啊？他呀，那个了，哪个了？这个那个了。哎，这个怎么就那个了？大娘啊，这话说得特别巧。那时他还小，父母整天吵，心情不大好，掉进下水道出来就抑郁了。这得治啊。可不是吗，大娘啊，你不知道，咱哥俩要凭点手艺做点小生意养活自己。大娘，没你啥事儿，那啥，你走吧，走吧。哎呀，你说这俩兄弟呀、啊，多可怜！这大娘来还给好几杵子，大娘心也过意不去呀、啊。正好啊，这有点橘子，大娘刚买的，袋儿也坏了，大娘也拎不下去了。来，拿着。别，给孩子，这个不能要。别，孩子，拿着。哎，大娘赔不是了啊。哎，好。孩子，大娘啊。对不住你了，啊！嗨，说了也听不懂。大娘，慢走，大娘啊，慢走。这还一个呢。哎，我知道。大娘，慢走。怎么样？虽然不是真金白银，最起码这也是奖励啊，对不对？我的。不是，刚才我出的，我被打的。我刚才疼，你跟他疼，你们疼疼着、哎不是，不能再跟你合作了啊！不是，还要上市还是？哎、不是，哥，怎么办？不是你，这确实是我的补偿啊！这局子，你这行了，啥也别说了啊！我原谅你这次啊！咱这样啊，看见没？那个地方有个十字路口。那种人多，一会儿把豆腐摊推过去、啊、我要把豆腐全给你卖了怎么办？豆腐全卖啊？啊，这生意就咱俩的。真的？真的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等着、啊、我先去看看、啊、哎，哥啊，你等会儿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说。我要占有51%的股份，我要控股。卖出再说吧，啊、控股呢？哎、啊，哥，加油啊！宇宙爆炸，形成银河，天地之间一片混浊，盘古开天，女娲造人，三皇五帝一脉相承，一直到了汉朝，
有一位炼丹的真人不小心打翻了卤水，在电光和火石之间就形成了你这么个小东西。说得好，多少钱？200一块。不便宜啊。不是什么人都能买得起的。怎么这么贵呀？手工制作，铜色武器，美容养颜，解压消气，可抓可切可脚踢。就是你了。我什么都没干。您什么都不用干、啊、就您刚才这样啊就特别好、啊、我们剧组就缺一个您这样的演员、啊、您说的就是我们剧本里台词啊。演员？谁教你的？刚的大哥。你这衣服他给我呢。我们满片场的找着他拍戏，他跑着跟你卖豆腐来了啊、嗯、他还有你这衣服都是我们剧组的。哦，那别甭脱了、啊、您呐整体打包、啊、演得比他好，说得比他棒、啊、您呐顶他绝、啊、特约演员1天1000，有问题吗？1000啊，没问题。6号棚录音啊。行。哎不，那这个您都快成明星了，管什么豆腐摊啊？不有那哥们吗、哦、宇宙爆炸，形成银河，天地之间一片混浊，盘古开天，女娲造人。来，各部门注意啊，演员到位，准备开拍。兄弟，哎呦，导演，哎呀，找我是吧？哎，等会儿拿块豆腐，晚上加个菜。行，行了，加什么菜呀、啊？我说你啊，你这就是不务正业。导演，你看，到底是你干什么去了啊？你跑着卖豆腐来了？不是我过来玩一会儿。你还有心玩呢啊？你说你干啥不行，吃啥没够，还克扣群众演员工资。好不容易我给你个角，你还找不着你人了，你卖你豆腐？不是，导演，这个摊儿不是我的。多少钱呢？200一块啊。还说不是你的？不，导演，你这不是我的，你看。哎呀，哎呀，行了，甭在这苦肉计了，跟谁呢呀？不是，不吃你这套啊！200块钱一块豆腐。不是，您这一车好几万的生意。你看，您这么大腕，您跟我混什么呀？不是，在家呀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吧。咱们俩以后啊，这个回见了您呢。导演，永别。